1955年9月27日下午2点30分，在中南海的国务院礼堂，将星云集，隆重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的授衔典礼。当天，由毛主席亲自颁发完以朱德为首的十大开国元帅之后，紧接着十大开国大将的授衔也是引人注目。当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都在场，但是将官们的授衔却交给了不在军中任职的周总理全权负责。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今天富贵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正题开始之前，新来的朋友别忘了点点关注，这样既方便回顾往期内容，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1955年举行的规模巨大的军队授衔仪式，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跨越，这标志着我军向着正规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其实早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已经提议过军衔制度，那个时候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军三个师的编制已经不能够满足战争的需要了，也不方便进行管理，于是就提议了军衔制度。但是因为当时实行的多为游击战术，部队调动的十分频繁，军衔制度就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在我党准备全面建设的时候，再一次将军衔的事情提上了议程。与此同时，国民党执意地发动了内战，无奈之下，我党只能将建设先搁置，被迫应战。再加上在解放战争的初期，我党在战争中的局势并不是十分乐观，因此授衔的事情就再一次被推迟了。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因为三大战役的提前爆发，授衔的事宜一拖再拖，直到1955年，国内的一切建设都已经准备完善，环境相对稳定，我军这才顺利地举行了第一次的授衔仪式。在此次授衔仪式上，由周总理为所有的将官颁发了军衔。虽然当时周总理并没有在军中任职，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周总理没有这个资格。我们不能忘记，早在南昌起义的时候，是周总理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起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当时的授衔仪式上，朱德等十位开国元帅从毛主席手中接过元帅军衔之后，都向着周总理庄重地敬上了一个军礼，并说道：“您也是元帅。”可见周总理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周总理早年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去到了日本，后在1920年11月去到了法国勤工俭学。在此期间，周总理对法国工人运动的现状有了了解，并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分析总结，开始认识到了革命的重要性。后来经张申府和刘青阳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介绍朱德一并加入党组织。1924年，周总理从欧洲回到国内，不久之后就接到了党和孙中山的委派任命，由周总理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时候的周总理年仅27岁。众所周知，黄埔军校在当时民国时期的学府当中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东方的西点军校，曾经培养过陈赓、林彪等一众优秀的共产党高级将领，同时很多国民党中的高级将领也都是来自于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在当时可谓是红极一时。年纪轻轻的周总理在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凭借着自己出众的爱国精神和忘我的工作态度，收获了广大师生的爱戴和尊敬。周总理来到黄埔军校之后，和一同被派到学校担任工作的聂荣臻等同志一起做了大量有开拓性的工作，并且积极地开展党的工作，在全校师生中发展了以共产党为骨干的一个革命青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当时左权、陈赓、周逸群等等都是联合会中的第一批学员。截止到1925年8月，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了2000余人。按照红军的经验，周总理在黄埔军校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展开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为学生们开展了大量的政治课程。不仅如此，周总理还亲自授课，对广大学生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普及了关于革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积极地引导学生们参加工农运动，加入到当时正在高涨进行的革命斗争中去。
当时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在党的委派之下都来到了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之后，他们大多都留在了军队，其余的回到了各地参加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后来大多都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革命将领，也为南昌起义做好了干部储备。 除了完成政治部领导工作，周总理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为了加强国民革命军的建设， 1924年11月， 在孙中山授权同意之后，更是直接领导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支部队也成为了我党直接控制的第一支部队，由共产党成员徐成章担任队长，周士第担任副队长。 党代表一职则交给了共产党员廖潜武。铁甲车队除了完成警卫任务之外，还数次参加了革命斗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925年10月， 铁甲部队解散，全体人员被编入到了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成为了叶挺独立团中的基层骨干力量。 1925年11月， 在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下， 周总理在广东肇庆创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独立团成员大都来自于铁甲部队和黄埔军校，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虽然独立团是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但其实真正的掌控权是在共产党的手里，团长和营长都是共产党员，就连大部分以及干部都是来自于共产党或者是青年团员。 独立团建立之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开始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在独立团中对广大的士兵们进行了政治教育，使得整个部队不同于昔日的旧部队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1926年夏，叶挺独立团更是作为先锋部队代替北伐军先行出征，为北伐军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在独立团出发之前，周总理亲自来到了驻扎地， 为了进行战争前的动员，召开了联谊上的干部会议，再一次强调了北伐的意义，并对此次出征做了6点要求。讲话结束后，周总理同干部们一一握手，表示鼓励。在整个进军过程中，共产党员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打了不少胜仗，为整个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成功地发动了起义， 开创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征程。作为南昌起义委员会书记的周总理，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武装力量中的创始人之一。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年仅30岁的周总理和朱德等人发起了南昌起义，并一举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从铁甲车队到叶挺独立团，周总理在早期就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支武装力量，成为了后来北伐战争 以及南昌起义中的重要军事力量。不仅如此，周总理更是直接参加指挥了众多战役。1925年，周总理被任命为了军政治部主任，首次去到前线参与协调指挥作战。当时盘踞在广州、惠州等地的反动军阀陈炯明的军队，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向着广州进军，试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 广州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的3000多人为主力，开始了讨伐反动军阀陈炯明的东征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周总理出任了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在周总理的带领下，经黄埔军校改编的广州青年革命军英勇善战，作为了右翼主力，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历经艰难，将陈炯明的30000主力部队击垮，使得其困守在惠州。 至此，东征军取得了首次的胜利。在同一时期，驻扎在广州的云南军阀杨希敏和广西军阀刘振环发动了武装暴乱，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之下，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就将杨柳反动部队平定。东征军回到广州之后，陈炯明的残余势力贼心不死，又开始卷土重来，占领了东江地区。于是，在10月份，东征军开始了第二次东征，周总理再次亲自率领，相比于第一次东征，这一次东征军纪律严明，有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在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之后，终于将陈炯明的残部全部歼灭，拿下惠州。北伐战争开始之后，上海工人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先后发动了2次起义，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周总理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来到了上海，组织进行第三次的起义。 当时由周总理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军委书记。这一次，周总理等领导人就前两次的失败做了总结经验，重新整顿了队伍，进行了军事训练。1927年3月，在北伐军抵达上海近郊的时候，上海80万工人爆发了第三次的武装起义。在经过8个小时的激战之后，终于将俸虏军阀部队全部歼灭， 占领了上海，建立了上海市特别临时政府，取得了胜利。这段时间的战斗也为后来周总理在南昌起义期间的战斗指挥积累了经验。后来国共关系破裂，蒋介石先后发动了5次围剿战争，在其中的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在周总理和朱德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胜利。此次战斗中， 周总理不仅积极地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更是多次指挥红军歼灭大规模敌人，将红军挽救于生死存亡之间。鉴于在这次作战中，周总理表现出来的优秀作战指挥能力，使得朱德等人在被授衔的时候都一致认为周总理是个未授勋的元帅。周总理的一生中，曾经先后担任了中央军委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一直到1949年10月19日才卸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纵观周总理的一生，可见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就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当下周总理在军内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也完全是有资格去为将官们颁发军衔的。 再加上，其实这些开国将帅中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按照资历地位来说，一定程度上都是属于周总理名义下的学生或者教官、教员，所以老师给学生授衔那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再者就是授衔仪式上的流程问题，当时同样拥有担任此项工作资格的两个元帅朱德和彭德怀，因为当时自己也要被授予元帅的军衔， 如果在接收完自己的军衔之后再来给别人颁发，不仅时间上非常仓促，也显得不是十分合适。最后，周总理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人选。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总理虽然卸下了在军事上的担子，但是同时挑起了外交部的大梁。国际上有不少的国家都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虎视眈眈。 1955年，周总理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极大的促进了新中国的外交。面对外国媒体的多次刁难，周总理更是凭借着自己卓越的临场应变能力，机智幽默的一次次化解尴尬，在他这些年的外交生涯中，留下了数次堪称经典的案例。 也正因为那个时期，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活跃，为新中国打开了局面，稳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在授衔仪式开始之前才会说：“新中国大将班授人必须得是周总理，周总理也是实至名归。”周总理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看着新中国从一穷二白一步步走向繁荣，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党人。 周总理身上所体现的崇尚革命情操，是值得所有后人学习的，为后人所敬仰。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各位朋友在留言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也可以给富贵点点关注，感谢您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